姨这种学生，你也不敢追的。我不敢哦，不敢，对不对？超不敢，我会远远的看。还有，他在干嘛？抓痒。就是热嘛，热。这好，这张照片就告诉我们，人生是会改变的。任何男同学在国中时候的照片都不要。以那张照片定你的终身，对，你的人生不是在那个时候决定的。现在，对，哇，欸，不是，我要讲，其实，在高中的时候，你把我眼镜脱下来，就我已经是不一样的人。可是，如果再戴着眼镜，真的是，没关系，你不能这样，你旁边那个同学才可怜呢。我这是黄子佼吧？这我。有那时候骚包一点就开始换红色的眼镜，换红色的眼镜。对，然后那时候我是在热舞社，然后你在热舞社，我热舞社的，你也是热舞社，热舞社的，真的啊？哎，我们还不知道啊。可是我，你们那个时候是跳什么的舞呢？就是街舞，你也跳街舞，你跳街舞会跳吗？音乐来一下，我不行了，太久没跳，十几年前了，真的。怎么也十几，这也不会忘记的。街舞哎，来来来来来，是啊，就简单的，简单那时候的跟现在已经不一样了。没有哇！然后如果要来点 break 的话，真的假的？哎，李佩旭，这个你呢？两个都是热舞社，真的。所以啊，我告诉你，现在在热舞社的人，都是可能将来成为明星。哎呦，哎，对不对？嗯，这张照片你就把它销毁。怎么？这个叫空中飞人吗？这个是空中被甩吗？可爱。哇，你小的时候好多好好笑的照片。就是比较活泼吧，爱玩就乱玩。参加热舞社的跟参加去比如说读经的就不一样，是不是读经的可是那时候真的是纯粹喜欢跳舞，但后来就真的被排到中间，然后去县立的那种比赛，然后别校就会问哇那个是谁，就是会有到这个程度。那我说戴红色眼镜是因为就是被人家知道了，对，就是国中部的妹妹会啊，那个小红，那个小红，小红是我的，就叫我小红这样子。那时候小红是我的，对，当时情对，对对对，女生都会这样子，对不对？那你也应该是吧？就是他们会，譬如说他们会这样，就是在台下，然后附中热舞小旭，然后北一热舞永远支持你这样，哦，然后我是中山热舞永远支持你这样。哇，这些支持的人现在都当妈了吧？哦，都是妈了，都是妈了，他们都是妈了，真的。现在跳没关系，再老一点跳的时候要小心卡到。你不要说再老一点，我刚跳我喘到现在啊，我一直想说你不要 Q 过来这边，我没办法回答。难怪你刚嘴角微微在颤抖。对，哦，真的会，真的很有喘，但是我跟你讲，你这跳得很棒哎。十几年前，所以我说我一直都没有 let it go， 对，对不对？但是不是就没有人发现而已。对啊，好吧。今天我有发现呢。谢谢你，小燕姐。嗯，我很了你哦。但是我对你的感情不是很了解。哎呦。他一直都是一个谜，我们就让他是个谜吧。又是我的感情世界，就是又是一个想来帮忙了。我刚刚开始有那个欲望要出来。不过又是我没有看到你的绯闻，对不对？目前比较这张照片，那个天天避嫌的，好朋友嘛，好朋友，对啊，我跟佩旭哥也常这样啊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干嘛？哎，你不要往下压了！哎，佑胜，我倒没有，你的绯闻不多吧？嗯，目前比较少。
目前比较少是什么意思？你回答的好烂哦！不是，还有分旺季的哦。没有，没有，就比较少。目前比较少，是几小时之前比较少。对啊。是拍照之前比较少，还是什么？你这回答好烂，难怪你冒险完就没做下去。其实冒险王是你是吃到一个什么东西啊生病是吧？又生主持外景搏命演出，让小燕姐惊吓万分。